美国行即将出发，巡回还是很辛苦。我靠！我有 Lakers。Yo, my name is Hello, a comedian from Taiwan. We are now arriving LA. 这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vlog。我们将会在这边待大概2周多，所以美国的 vlog 可能会特别长，除非我太强了。然后打赏的，难怪，怪怪的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可怕、啊，美国第一站 ，In and Out， 第一次吃啊，乡巴佬吃汉堡肉。好扎实。今天是认真的第一天，几乎没有睡觉，现在是8点，然后这是我们住的地方，好美啊。我们住这一栋，我们现在时差，我们走来 Target 来看一下。这边物价到底多高，多可怕！我操 ！What's going？ 是牙医耶！好，我们来到了网红大名店，笑到这个百灵果的 Ken， 然后见到我的好久不见的同学 Tina Tai， 这场花多少钱？这样子112美金。我的观光客行程走好走满，我在 Lake Hollywood Park， 后面就是好莱坞。来到了买不起的地方 ，Rodeo Drive， 跟我不一样的世界，都买不起。逛到一半，看到反对皮草的游行。买不起的鹅王 Smoothie， 熟悉的台湾味啊，粉丸。韩式烧烤，耶、yeah! ！演出前来朝圣一下 Netflix is a joke fest。嗨，早安，耶、yeah, ！我在洛杉矶棚拍，哎，念你的 suppose me， 好可爱哦！这个送餐小机器人，谢谢，一个不知哪来的亚裔，哟，超级观光客。你想去哪一间？看凭什么？到 Laugh Factory 啊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藏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封面。我演完了，我们在吃庆功宴，在韩国城巨星 Jason Chan。你不要讲，为什么要讲巨星？哦，偶像。就新闻。啊啊 ？Why？ Are you gay？No， 是 ，me neither。No， my boyfriend is here。Oh man。Kevin Hart 汉堡店，听说 LA 遇到很多大明星啊。哇，遇到明星啊！我只是比较大只而已。哎、欸，我们拍完了。San Diego 的第一晚。早安。我们在 San Diego 的第一天早上，我们的房子很可爱，好多海狮。我攻击我吗？太近了吧，各位。满满的鸟，可惜伯恩今天睡过头。来到 San Diego 的航空母舰。哎，第二站 ，Nine Factory 在 San Diego。长这样子，哇、wow ！演完 San Diego 了，我们来吃 taco。想念中菜了。我人生第一个 fortune cookie。哎，马上把它换回中文。你们的决定呢，会出现预期之外的快乐。我们现在已经加油一个小时了，还没有成功过。嗨，我们在美国巡回的第三站 Bell Gardens。我原本这一趟不想要拍任何住宿的开箱的，因为我们都住一些 Airbnb， 结果没想到我们现在在 Bell Gardens 要住4个晚上的饭店，超级大，开箱一下。客厅、餐厅、房间叫什么？看看道奇主场的停车场。我们当天演小巨蛋的时候也会这样吗？当然不会。
我到了道奇主场了，爬山，因为我们没有钱。LA 道奇。结束了，2-7，没办法，我尽力了。我这个座位加停车加帽子加热狗加汽水花了8000块，人生第一场大圆满，看大鼓响停，惨淡坐收。看完道奇之后，走到一家塔口，在停车场里面，好酷。Bell Garden 的场地，很大的婚宴会馆，绿色的喜剧背景，超级加州的。我们在 Bell Garden 演完，在赌场的餐厅吃饭，再放这首歌，几个字，几个字，几个字，白哥，白哥。演完 Bell Garden 就是你的小小庆功宴，这是浮游操守，做得真好。墨西哥饮料，辣椒，里面小黄瓜。被台湾的朋友带来台湾的手摇饮店，这应该是我美国最无聊的行程之一。我们又回到了 LA 的机场，准备前往 San Jose。我们的好日子用光了，我们没有车子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全部都要徒步。各位，看看这个美景，你以为美国巡回我们只会吃吃喝喝吗？斯坦福大学，我们是一群读书人，遇到学生抗议。来美国首次吃到真正的台湾味，我用筷子，跟台湾一模一样的感觉。哦，晚上要吃卤肉饭吗？苹果有出我的 T 恤，要买吗？哟，我们到了 San Jose 的场地 In Club， 朝圣朝圣，上面都是桌椅，连那个侧台都布置得很像要录一个小小的 late night show。在 Improv 的南侧发现还会广告 Headliner， 趁我演完伯恩在上场的时候来开箱一下我们的 Green Room， 超棒超大的沙发，表现还 OK。 San Jose 演完的隔天我的左眼直接肿起来，哇塞，然后现在我要考虑要看医生吗？要花好几千甚至到10000块去看医生吗？还是我花个5块钱先吃一些抗发炎的东西呢？先花5块好了。昨天后来去吃了韩式料理，又肿了更大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纽约，结果班机大delay。我们坐了2个多小时，现在决定多住一晚，搭明天一早的飞机。你觉得我讲话很慢吗？有一点。你在宿醉？我没喝，我只有吃。他们有讲不大吗？是鱼补眼睛，你来。来旧金山这么开心吗？好怀念旧金山，我小时候来过这个地方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刚才笑什么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看不出来啊。打破车窗真的做成一个 sign 哎。啊！凌晨3点起床，一早打一大早的飞机去纽约。来纽约必做的事情。也有很重的草本植物味道。有海军也有网军。我现在眼睛发炎了，我不能喝牛奶，也不能吃太油了，所以我选择点奶昔。纽约的中央车站，我们来到了美国巡回最后一站纽约，这个就是我们演出当下的样子。这个是 vlog 的主线剧情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我的救命恩人出现了，纽约的医生他救了我，我的眼睛有救了。我在 LA 完全不敢看医生，假如我这样去看的话，要花多少钱？就说我诊所好了，基本检查1999。纽约刚演完。打几分呢？美国打就要谦虚嘛，谦虚8分。日本才打15分，真的吗？2024曾国恩、贺龙单口喜剧世界巡回，贺国台风，现正热卖中。